来哦，我们的败部复活战。好，今天我们的奖金不高啊，只有18800。对，18800。好，这个种子是23800，再加5000。啊，比你上次多了。啊，看你会不会败部打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梅龙。好，开门。来，13，好了，看三家的牌。放在梅龙的牌，加油！元气，加油！随哥，是呀。出赛，来，好，梅龙，这个又要扣钱了。龙凤，大家发财。来，蓝。哦，提风。一怕还白怕出来。对了，坑中会。发财。哎，先抓牌。对。哦，先，那你先。好。你只管倒来，提风。好。有花，也有四张花柳，再一个发财，红中，后9万，万，普通，这是系统。先抓，怕。哦，吃系统，哎呦，立刻被吃起来。喂，三桶，超前去炸。二锁，9万。一条。六桶，好吃，支持起来，8万，7桶，7桶，你马上吐，马上吐了哈，对呀，哎呦，小鸟喂。跟捕鸟，跟捕鸟，再一张7笔，硬要跟捕鸟人有关系，有关系，好像很喜欢捕鸟人这个词啊。九所，就硬要打一些关系。九所，吃哦，吃一个，好吃就吃，先带他回家。好，8万。5桶，7条，吃一个，这么会吃哈，好吃啊，好吃呀，9万，4锁，一拍就认你掉，已经会打一头，惊叫走起了呢。大平，西风，西风，想带回家是不是？哦，服了，哎呦，服了，哎呦，来牌广告哎，白皮8条，北风白皮3花庄家4台。败部复活赛第二把，来，元庆庄家，11，好，来看三家的牌，庄家元庆，加油，随哥，没老的牌，拜托随一哥，随一个，来，元庆出菜，菜，西风，对，好的，西风，大饼，红中。红中有的，有的要提醒一下，败部算是北风哦，北风有台，小鸟，小鸟一只，六桶，好啊，好花，
小鸟。发财。封一个。一万。好吃。普通。北风。封一个。九。赶进度。九万。一万，再一张六重，哎呦，好逗啊！发财，二万，哎呦，好吃，先吃进来，好，五万，五点大哥，八筒。八万，再封一个，想不到呗。七锁，七锁，哎，这老翁，这地方，八筒，对，八筒，三筒。三头，九筒，南风，也对嘛，南风没线，四筒，哎呦，对不起，哎呦，服了服了，服你的，哎呦，连服两把呢，北风北，好，两台。白富富作战最后一把，报告你们三项的分数。好的，像我们最高分呢是我们的随意哥7800分，然后 Melo 最低2200，元庆呢是5000分。好，差5600，哦，7800、2200差5600。来，随意开门，十出，看三项的牌。庄家随意哥，加油。Melo 的牌，加油。元庆，加油。加油。难动啊。都不能吃，不能碰嘛。南风阵阵吹，就做牌就对了。西风炒自己的，哎呦，多一些机会让你摸。抓起来。东风，东风，东风，好。九筒。五。八万。对半，哎呦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是个卡张。很甜的呢，一筒。这一个运来了，九万，西风，门清湖三台白皮，不吃，门清哇，三花还没有，白皮，拼什么？九皮，发财呀！红中，门清不求，一摸三独替，再还要多一台，四万，我努力，哎呦，哎呀，龙姐兄哎，要吃个卡张，金跟温力啊，九锁，九锁，北风，五锁。七锁，八两，五万，百尾败哦，七八锁，七多七八九，九万，七万。元庆有点在，有点笑容了。你笑得最开心吧？我怎么看起来你最开心？中中，我只是烫到的表情。坐在旁边那种感觉，他是烫到的表情。哦，是烫掉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误解你。不会不会。对对对，好，没事，慢慢的。
是慢慢来，没问题。林进好可怜，一趟路那么远，从花莲来这边被那些周峰。陈水庄家有一台啊，所以你们要算到他有一台了，你门清就两台。没，阿哥，喂，八筒，二条，五笔，你叫我怕放啊！李东一拍，我的是说李东一拍，我就是打牌太不用心了。牌倒下来，打二带打二筒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本来就是啊。那放一个卡五饼，我想说八饼二饼，这是什么话？哎，五饼里面的。对啊，打二要听大螺丝啊。对啊，对啊。那你刚才独听又加一台呢？我想说一摸三就没有不用一摸，自摸就有了。对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好了，所以呢？毋庸置疑的啊，这个败不复活，陈水玉获胜。好了，决战北风北，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。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